娘对不起你，别记恨你爹。谁让仲怀是他的儿子呢？你爹他就那个脾气。大姐，仲怀兄弟和玉兰妹妹是我们的恩人，要不是他们过来帮忙，我们还有那些羊都困在一扇奥多西窝里。大姐，你有个好儿子，好儿媳妇，我们雪山门路永远会记住他们。党委决定追认刘玉兰同志为烈士，记仲怀同志二等功一次。另外，团部决定调他回团部工作。我不下山，我不会离开这儿的。大姐。孩子的脾气秉性我知道，那就让他再守几年吧。慢点。在这儿住，你和刘玉兰的事迹一传开，很多人都要报名到这个哨所来接岗。有人还写了血书，说是仲怀同志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他们也能像你一样为理想而献身，做大家。当然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下山，那就看你是不是能和这些新来的同志搭伴，把这个岗站好。你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山上多住一个人就多一份照顾，方便一些。你说呢，大姐？我不跟谁搭伴，我就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玉兰。守着雪山，我能行。一个人不行，这我不能答应。那还有穆萨汉他们呢？他们能帮我。穆萨汉他们还要放牧，这儿就是个转场站。我看，附近的草场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他们又要赶着羊群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爱干净的人，这屋子收拾这么利索。
谁在这住着？他去巡逻了，傍晚回来就能见到他了。高团长，我今天就不下山了，陪仲华在这住几天，也见见那个同志。大姐，你听我解释，咱们可都是为了钟怀好啊。我知道，等过几天送给养的车上来，我跟那个车下去，这样也好。你看看，你看看，我说来个人吧，跟你一块住着就挺好，你住一段时间就合得来了，干嘛？知道你心里想着玉兰，你这是团里的边防站呀，又是牧民的转场站，你总得有人住进来呀。不行，我就愿意一个人待着。你看，你看，山里住的时间长了，怪脾气越来越孤僻，你得改改啊。赵村长不是说了吗，这个要是合不来就再给你换一个。娘，我是那样的人吗？人家也是写了血书，抱着一股子热情上来的，我要是把人家赶下去了，让大家怎么看？人家的面子也没地方搁。这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这儿啊，你不在的日子，是我一直守着这个边防站。大妈，您还好吧？挺好的。高团长怎么先回去了？我给家里面写了一封信，还打算请他帮我寄出去呢。给团长写血书的就是你啊！啊，是你说的，钟怀要为理想献身，你也要为理想献身。没错，是我说的。我磨了高团长整整三天，把他磨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答应的我。你不知道，要来这个哨所接班的人可多了。这个工作不适合于同志。我话可不能这么说。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一样。再说，
刘玉兰不也是个女同志吗？她还不是照样守在这个岗位上？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赵立江同志，你明天就回去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回来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不行，我没有接到命令，没有高堂长的命令，我就得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再说了，这么神圣的岗位，也不是只许你站，不许别人站吧？大妈，您说是不是？是这个理儿。上一次，上一次，是你硬要把我赶下山去，我没有办法。可这回有大妈给我撑腰，你别想再把我赶下山了，大妈对吗？中华是怕你在这住着不方便，你不是女同志吗？没什么不方便的，他住他的，我住我的，我都想好了。您看，就在这儿，我拉一个帘子，我就睡里屋，行吗？我看，那也不行。等送给养的车上来，你就跟我娘一块下山去。钟怀同志，钟怀，你是一个好同志，我很佩服你。我知道你刚刚失去了爱人，心里面很难过。刘玉兰是一个好同志，她是我学习的榜样。可是守卫边疆，不光是你男同志的事儿，也有我们女同志的份儿。我们女同志也有权利像你这样坚守在岗位上。钟怀，你就让小赵留下吧，他也是个有理想的人。你一个大小伙子，不能因为你有理想就把别人的理想埋没了，啊？刚才你不是也这么说的吗？大妈，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啊？哦，我是指钟怀同志。还有马，革命同志就是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这句话可是毛主席说的。就是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别老跟同志磕磕绊绊的啊！最后这句是娘说的。大妈，您歇会儿，我来吧。我来。您歇会儿吧，大妈。哎，你怎么的？你在这挂帘子干啥？住啊。住？你住这儿啊？啊，刚才不是都跟你娘商量好了吗？我娘？怎么？你以后天天晚上都站在外面睡去啊？啊！哎呦！
都回吧，啊，钟怀，我送大妈上车啊。不用。娘，你走好。钟怀脾气不好，你别跟他计较，有啥委屈就跟他妈说。这孩子干得怎么样？还听话吗？周局长，有件事儿，我想向您汇报一下。说吧。对于钟阳的问题上，我有些失误。当初我应该听师长的话，让他到基层好好锻炼锻炼。侄儿莫如父嘛。我现在确实有些为难啊。老朱啊，有话直说。哎，你看，这钟阳刚到所里不到两年时间，在这选种问题上，他就想另搞一套。如果所里人都像他那样，我这个所长还怎么当啊？这小子倒是爱动脑筋啊。老朱啊，你告他，就说我说的。让他不要胡思乱想，集中力量，配合你搞好选种的工作。不然的话，我把他调出农科所。你说我说的。哎，好，钟师长，前面看看。知道我今天叫你们来办公室，是什么事儿吗？我听说，你们俩背着所里，种自留田。拿所里的种子私自搞实验，有这事儿吧？啊，有。不过我们是利用业余时间，而且是在荒地上搞的。农科所管辖的范围之内就没有荒地。你们俩既然在农科所工作，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业余时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朱所长，你是老专家了，你应该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和做法。什么？你们的想法？米丘林的遗传学，你们读了多少？啊？摩根的遗传与变异，你们又懂多少？还没上两天班，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却异想天开，想另搞一套。我们不过就是……我不允许，特别是你，钟阳，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在这个农科所，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者，你必须服从我这个所长的领导。我同意的事情才能做，不同意的事情谁都不能做。哎，你这么说就是不讲道理了。我不讲道理，我讲的就是道理。我告诉你们，马上把那个实验停止，不然的话，请你们离开农科所。哦，对了，这件事儿我会向钟市长汇报的。朱所长给我来电话了，说你在所里目无领导，不听指挥，在农科所的棉田里私自搞地下实验，有这事吧？我就知道他会跑你这儿来搞刁状。你给我严肃点。我们搞试验也是有我们自己的道理啊。什么道理？爹，你知道农科所的一号棉不丰产，二号棉育种周期又过长，费工费时，还跟不上这个棉田发展的需要。我们年轻人怎么就不能搞搞试验，培育出个三号棉来啊？这个二号棉是朱所长和苏联专家经过多年的实验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小崽子，还把你能的！我这是敢想敢干。什么敢想敢干？我告诉你，你在所里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朱所长领导，做任何事必须得到朱所长同意，朱所长不同意的事情你不能干。这是压制年轻人，你们这么做就不对。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我们搞试验也是对棉田的种植有利。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如果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早就支持我了。我现在以师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把所谓的实验停下来，棉株纳入大田管理，你不准再踏进试验田一步，听见没有？程伯伯，哎，你怎么到我们农科所来了？黄玲安排不下了，郭政委和朱所长啊，让我先过来锻炼锻炼啊。哎，你不是搞基建工程的吗？搞啥都一样。朱所长对我说了，让我先过来劳动劳动。农科所要扩建，要盖两个新的育种房呢。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为这两项工程过来的。要搞新的育种房，那肯定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参加育种工作呀。朱所长他怎么？哎，朱所长是个有见识的专家，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也很重视，我们谈得不错，很合得来。可是他对我们年轻人的支持可太不够了。哦，对了，朱所长还跟我提到你，他很器重你，把你要到农科所来，本来是要亲自培养你，以后做他的助手。听说你背着他搞实验，三令五申的也不听劝阻，他有点失望，想把你下到连队先锻炼几年。他还跟你说这事儿了？我不是跟你一个团的吗？又跟你爸爸工作这么久，他让我劝劝你。看来是没有人能劝得住我了，把你都给请来了。仲阳，我也年轻过。年轻的时候，我对工程规划、工程设计也有过很宏大的设想。后来投身到建设事业中，才慢慢体会到，
路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我父亲批评过我，说我不要没学会走呢就想着跑。可朱所长，他连走路都不让我走。程伯伯，你说，是我过分啊，还是朱所长做的过分？没事儿，没事儿，也有点事儿。那屋里说吧。不用，外边吧，外边。行。那个这个，程仁昌那工作我给他解决了。团里的一些事儿也不太好办，我就给那个农科所的朱所长说了，他那要办个育种站。等基建一上马，就让老程上那儿去。哦，缺人手，让他去。可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呢？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团在开荒创业的时候，我对老程有些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看他横竖不顺眼，我就觉得他不像我们当兵的。当然也经常给他发脾气，老程觉得我好像压着他了。这个事儿呢，始终压在我心里。现在好了，现在都过去了。你看，要是月季大姐在就好了，她不是去钟怀那儿了吗？哦，是，钟怀这事儿是让人挺难受的，想着。钟怀这事儿我知道。这孩子跟过我，是个好孩子。他这事儿一出，我两天都没睡好。咱不说这事儿，那个……啊，对，不说这个事儿。啊，蔡局同志，你看，你有小四十了吧？啊，我也快五十了。咱们俩这事儿，你看，你明白吗？你看，要是月季大姐在家，我就直说了吧，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从一见你我就喜欢你。在泰地里，咱们干活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合脾气。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候爱着急，但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心里有疙瘩，我必须给他解开、捋顺了，我才能娶你，你才能嫁给我。你明白吗？没事。所长，所里面新建两个育种房，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把我们安排到下边去？这是所里的决定，你是所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服从。什么所里决定？我觉着你这就是打击报复。你说话可要负责任的，我怎么报复你了？所里面谁不知道？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再继续试验吗？对，有这层意思。你们那个实验不符合所里的研究方向。哦，还有另一层意思，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到下面经受一些劳动锻炼，是对你们的成长有好处的，啊，是绝对需要的。我们一些入所时间不长的技术干部，
缺乏棉田管理的实践经验，啊，为了让他们补上这一课，所里决定让这些干部分批到基层农业联队劳动一年，在各队担任农业技术员，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老杨，来吧。第一批下队的人员有马志和、钟阳、刘海山三人，希望你们做好准备，一周内到岗。喝点汤，别噎着。主任来了，来，拿筷子吃饭。爹，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谈。有什么重要事儿就在这儿说吧。朱组长把我调到小农场三队当技术员，这事儿你知道吧？嗯，他跟我说了，我同意了。那我们试验怎么办啊？培育新的棉种是不能中断的。不吃了。你们爷俩别一见面就吵啊！好好说，先坐下来。我们俩事儿你少掺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中央这一边的，还叫做实验，未必是坏事。来，坐下。我说了，我们俩事儿少掺和你。钟桃，进去写作业，别扯。怎么不听话啊？进去。说吧，什么想法？我已经考虑了，让我去三队行，但我要把我的棉田也带过去。爹，你要把棉田带过去？啊，这三队离农科所七八公里呢，你怎么带啊？这你别操心，只要你同意，我就办得到。看把你能的，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懂了，你们这是在向朱所长挑战。非要这么说也行，对，就是挑战。我们不一定能成功，但我一定会实验下去。爹，我已经爱上这一行了，我脑子里头现在没日没夜的就是棉花种子，种子棉花。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听上去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惜啊，你爹不是农科所所长，也不是种子专家。全市唯一的种子专家就是朱长青了。所以你说服你爹是不够的，你得想办法去说服朱长青。爹，你这当爹的真的不如我娘。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娘做事敢做敢当，你不行。你明知道儿子是对的，就是不敢公开支持我。你说对了，我现在就是不能支持你。出路只有一条，你得自己去说服朱长青，朱所长，懂了？这样能行吗？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Thank you.
失踪了，来，马上跳水。小翠，小心点。林队长，谢谢你。谢我干啥？实验成功了，是咱们三队的光荣啊！同心。胡闹！这简直是胡闹！这没有实验室，这绵猪也活不成啊！重阳，哎，好像这棉花全活了。一处部长，咱们移栽过的棉花全活了，活了，全活了。行，要农科所的人都像他这样，我这个所长怎么当啊？有那么严重吗？他是您师长的儿子，谁能管得了他呀？老朱啊，当初是不是因为他是师长的儿子，你才把药过去带在身边的？钟师长，你认为当初我把他留在身边，是为了讨好你？这话不对吧？啊，当初我是看了他的档案，看了他的成绩，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可现在呢？啊！现在他在农科所第一个跳出来给我唱对台戏，我别生气，别生气。老朱，你坐坐，啊，你也听我说句心里话好不好？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是支持你的，没有支持我儿子，你都看到了吗？但老朱啊，你也得理解理解我，这件事上，我们父子关系闹得非常僵。你也支持我一把，棉花地搬家的事儿不要追究了，好不好？钟师长，家庭这层关系我倒没考虑过。哎，你也给我点通融好吧？既然师长都说话了，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哎，不过，钟师长，这事儿只能有一次。中央要是再惹什么麻烦，我严肃处理。他是你的兵，当然由你决定。我，谢谢。爹呢？没有，没有才怪呢。哎，你爹这个人，当面不夸你，背后总说你好话。就拿这次棉花搬家来说吧，本来朱所长是要处分你的，被他干预了一下，现在就不再追究了。真的？呀，就得理解你爹。看，今年的新棉花。很快就要离开市机关，下连队蹲点了。怎么了？为啥？没怎么呀，为啥？市机关搞高新化建设，派干部分批的下连队蹲点，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报了名，第一批就走。这又是我爹的主意。他没关系，是我自个儿要求去的。我爹这师长当的真行，全家人一个一个全给送到劳动第一线去了。看你这话说的，劳动不是光荣的事儿吗？就这么一说。反正我这一下去啊，没有一年也得半载的，你自搞这些生活啊，好好料理料理，多洗洗衣裳啊。嗯。你爹让我告诉你，让你在三队好好的干。你这实验他有兴趣，但是得记着，跟朱所长搞好关系。你爹说了，只有跟朱所长搞好关系，得到他的支持，你的实验才会有前景。
至于他怎么支持你，那就得看你自己的了。我和他的关系都已经这样了，他不可能支持我。这一颗心不知有多沉，它压得住岁月，也抵得上黄金。这一个人还能有养育了儿，也养育了今生。啊，我的母亲，我们的母亲。现在有人找老钟的麻烦，又把他当年和孟伟霆结婚的事倒腾出来了。你看钟市长带领咱们艰苦奋斗，水里泥里风里雨里，啥时候都是冲在最前头。咱们的垦区，咱们的新城，都有他的心血，他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吧。可他在婚姻问题上不慎重啊。要是我一时照顾不了伟霆，我只能把他托付给你了。